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蔡的田园。北美的朋友在早春和深秋一般都需要搭建暖棚来延长种植的时间。为了更早有蔬菜收获，在3月5号菜园里的土壤已经解冻了。我播种了各种喜凉的蔬菜，资料表里提到的都可以播种。我知道多伦多三四月还有机会出现寒流或降雪的，所以建个暖棚呢是必要的。更何况种在有暖棚的蔬菜比没有暖棚的生长更快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建暖棚。这是建暖棚的其中一些材料，10根8 mm 粗 2.7 米长的玻璃纤杆和10根2米长的玻纤杆。我先把 2.7 米长的玻纤杆呢插进土里。这个玻纤杆很耐用的，可以用很多年。我的菜地有 7.5 米长 1.1 米宽，插好之后我的棚架的高度是90厘米。其实呢，我的菜地不用买 2.7 米这么长的玻纤杆，应该 2.5 米长就可以了，然后来做固定一部。我这里呢还有几根爬藤杆 16 mm 粗 2.1 米长的，我利用它们先放在棚架上面，再利用这种钢丝扣把它和玻纤杆扣在一起。看，这样扣很简单的，又牢固。再做一个让大家看看。然后两个爬藤杆之间利用这种连通管把它们套在一起，侧面我也固定一下。你可以继续用爬藤杆固定，因为我没有了，就用这种玻纤杆。同样是用钢丝扣把它扣住，因为玻纤杆呢只有 8mm 粗，我就用小的钢丝扣。钢丝扣呢是有不同大小的。大约15分钟暖棚架就完成了。然后盖上厚厚的暖棚膜。我们北部的气温比较低，用的暖棚膜呢需要厚点。我这个是15丝的，但是它不是专门用来种植的暖棚膜，现在有一种无滴水晶暖棚膜更好。最后呢还可以用这种压膜扣把暖棚膜和玻纤杆扣好，这样暖棚就非常牢固了。因很多菜友的需求呢，以上提到的材料在我的网站都有出售的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说明栏里点开我的网站看看。最后就是用重的物件压边，我就用一些铁条。接下来我暖棚里的菜会怎么样呢？到了3月19号多伦多下了一场雪，气温又降下来了，夜里的气温呢降到-12°。第二天早上去看看暖棚里的菜，发现外面的水都结冰了，棚上还有雪和霜，担心里面的种子不发芽或者冻坏了。打开一看，已经长出苗来了，看叶子呢没有被冻伤。到了3月22号，多伦多又下了一场大雪，早上呢雪是把棚覆盖了，还来不及拍照呢，太阳一出来雪也慢慢滑下到两边去了。中午来后院准备打开暖棚看看，今天天气预报说是-1°40°，棚里是多少度呢？结果一看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里面有23-40°，这是最适合蔬菜生长的温度了。如果不喜欢在室内育苗这么麻烦的话，我觉得直接在室外播种建个暖棚更好，估计再过3周我就有蔬菜收获了。还没播种的朋友呢，现在还来得及直播。需要购买种子的朋友可以到我的种子网站订购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